云下的掩盖，阳光也会存在，多苦涩还是盛开，亦舍不得放开，未能预知将来，谁可再次期待，虽走过长路历险，仍可一一记载，这路途多远，就算失足不怕损，走一趟不怕急速气喘，活着就是觅寻寻觅那幸福依据，如世事极难面对，我与你一起去追，匆匆一生经过，游行有固执的眼泪，来证实在时代里也试过一起向前去，请相信余下日子仍可找到你的期盼。Campus Life 是一段充满着热血、梦想和兴奋的旅程，但是每一段精彩的旅程都一定会出现困难和挑战，我们的2022都不例外，隔离的生活有时都令到我们门徒内心感到孤单，但是我们校园的全职工团队仍然继续激励弟兄姊妹，我们排除万难在梅窝两个营地有我们自己的夏令营，人数高达270人，当中有超过70位朋友被我们的弟兄姊妹邀请和我们共度4日3夜难忘的福音营，除了传道以外，校园团契亦都有自己的家庭聚会，透过一系列的教班训练校园门徒基本功，装备他们成为有信心的门徒。除此之外，每年会有大量的心血加入校园团契，感激 Davis JQ 计划不同的活动给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有教班和一起行山的时间，继续难忘回忆，突破自己，让他们的信心可以一飞冲天，成为有影响力的门徒，逐一攻破撒旦的诡计。在年尾的平安夜，一班 campus 去到黄埔海滨 busking 布佳音，用歌声将平安的信息带给这个世界。我们就是 campus mini。弟兄姊妹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So， 欢迎大家来到新界区域的石门中心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回顾一下2022年至2023年全教会单身人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亦都展望一下2023年我们将会有什么发生。2022年我们的团队为单身人士带来了 In God I Trust 这个主题，我们用了一个字去形容香港人，每一个香港人都是忙，忙就会失神，失去了神，所以我们有责任要帮大家留神，留意翻神。
In God I Trust 是一个主题，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各自在日常生活里面感受到神和找到神。在2022年的年头，我们开立了全教会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为单身人士而设的 IG account。 在这一年内，我们发了120个 post， 平均3日一个，包括电影欣赏、音乐推介、灵修信念分享、活动简介和美食推介等等，希望可以给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里面感受到神。如果你还未加入这个内容这么丰富的 IG account 的话，请你立即加入，因为2023年的精彩活动将会在这里发放。大家还记不记得 Mingo App 啊？有多少个弟兄姊妹还用这个 App 呢？说好的开放向全世界的华人的教会这个约定呢？我给几个字大家，继续期待，同时继续等待。2022年的单身人士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了联系一起，我们捉紧每一个机会去建立彼此。年头我邀请了教会主力负责刚毕业的组别的职工，他们为我们这个组别带来了三个专为这个群组准备的活动，包括 Jason Show 行山的活动和电影欣赏。在大型活动方面，由于当时的疫情的规管，我们年头举办了只有能够容纳几个 region 的单身人士主日崇拜。当然今年的重头戏就不得不提我们在11月全教会单身人士迪士尼主日崇拜了。当日弟兄姊妹去到充满梦幻的迪士尼酒店，有提醒的讲道、精彩的游戏、美丽的布置、丰富的美食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每一位来到参与的弟兄姊妹。来年我们将会更精彩，我们的主题将会由 In God I Trust 转为一场弟兄，我们的焦点将会放在弟兄身上。当然我们不会缺少姊妹，因为我们深信弟兄好，姊妹开心，教会乐见，精彩的活动将会在日内在 IG 发放，敬请大家密切留意。